大家好，今天赛罗奥特曼又来买饮料了。他拿了一枚面包超人的硬币，他选择了中间的按钮，会出来什么呢？哇，出来了好多东西啊！这里有一瓶面包超人的苹果饮料，背后是吸管，让我们把吸管拆下来。让我们的赛罗奥特曼来尝一下这个苹果汁，应该会很好喝吧？那你们喜欢喝苹果汁吗？哎，喝完苹果汁的赛罗奥特曼怎么变成了另外一个形态？那你们知道这是赛罗奥特曼的哪一个形态吗？贩卖机还掉出来了一个奇趣蛋，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？是一个迷你的奥特曼人偶，这是哪一个奥特曼你们知道吗？他在做飞翔的姿势呢，我们把他带到赛罗奥特曼的脖子上。赛罗奥特曼有了一个新的挂链，看起来好酷啊。贩卖机还掉出来了两个奥特胶囊，这会是哪两个奥特曼的奥特胶囊呢？出现了，原来是初代奥特曼和迪迦奥特曼的奥特胶囊。那迪迦奥特曼这个是发出黄色的光，初代奥特曼发出的是蓝色的光。你们知道他们两个可以融合变成哪一位奥特曼吗？今天买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啊，赛罗奥特曼准备回家开开心心的玩耍去了。新的冰淇淋超市开张了，小猪佩奇想要来买好吃的冰淇淋，他选择了巧克力味的、草莓口味的，还有菠萝口味的。让我们一起来为小猪佩奇做一个冰淇淋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准备一个脆皮桶的杯子，然后用这个夹子来夹冰淇淋。那小猪佩奇选择的是巧克力口味的，这是米奇的巧克力口味，然后是草莓口味的，这是米妮的草莓口味冰淇淋，还有菠萝口味的。那这个是小熊维尼的菠萝口味冰淇淋。小熊维尼底下藏着的是小黄人的惊喜玩具，然后这是米奇还有米妮底下藏着的，这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拼装起来看一下。大家看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都穿着漂亮的礼服，好像是在跳舞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喂点冰淇淋给小猪佩奇，来尝一下菠萝口味的吧。嗯，好好吃啊！佩奇买到了这么多口味的冰淇淋，他一个人有点吃不完呢，他想拿去和奥特曼一起分享。赛罗奥特曼，我这里有好多各种口味的冰淇淋，太多了，我一个人吃不完，你帮我吃一点吧。谢谢你啊，小猪佩奇，正好我肚子有点饿了，这个看起来好美味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好吃啊，这是菠萝口味的吗？是的是的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吃完冰淇淋的赛罗奥特曼变成了另外一个形态，他说，我感觉到身体充满了能量，这个冰淇淋太好吃了。佩奇说，那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吧。哈哈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们开开心心的吃起了冰淇淋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给我们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